英式奶茶同港式奶茶係咪一樣？即係啲茶所以講到最後咧，今日有風同學咧話開多一間，即係有風同學又喺度公佈咧，見頭面點解自己開多一間啊？咁所以有風同學自己咧為咗一碗沙爹牛麵，為咗一碗沙爹牛麵，為咗一個菠蘿包放棄咗成個中華傳統嘅傳統嘅時候，根本就係唔合理咯。有風同學唔好，有風同學唔明白點解呢個唔係比較題，呢一條正正就係比較題，比較緊開酒樓定茶餐廳，李方就話兩者只能一者，咁點解呢個唔係一個比較嘅概念？意思就係俾人食苦心，或者工人任意嘅地方。其
代表住香港同屋企人嘅團圓文化。例如喺大時大節嘅時候，屋企人食飯，一齊團圓一齊。其實喺辯題唔係講緊最能代表香港文化，而係能夠代表到香港文化。所以能夠代表到香港就可以啦。所以我方認為要從需要性，亦即係同人家嘅需求出發。因此，我方認為衡量辯題嘅標準在於酒樓定係茶餐廳更加貼合當地環境嘅需要。而我方認為酒樓更加貼合華僑需要，注意以下兩點：第一，華僑需要保留傳統食飯習慣。其實廣東人係指華僑嘅最多。辯題就係可以揀一間餐廳，假設而家我要開一間餐廳，然後我諗住做曬所有嘅中國嘢食喎，但係其實係冇辦法做到全部噶嘛。咁我喺呢個時候就要做出一個取捨。而喺中國政府就話咩廣東人最多，我就想最大程度咁服務到台灣街嘅街坊，所以應該從台灣街嘅廣東人考慮先。回到正題，當初台灣街就係因為佢哋係嗰陣時少數族群聚居萬層，如果同時保留住傳統文化節日習俗，例如三十冬至一齊食飯慶祝，正正反映住咗華僑嘅團圓精神。甚至乎有些活動，例如奶酒，做一百日宴，只係得酒樓先可以做手。其實剛剛嗰句，假如台灣街嘅居民冇咗慶祝傳統節日嘅酒樓，咁佢哋要去邊度慶祝呢？咁唔通佢有方法去茶餐廳啊？我綜上所述咧，酒樓咧對台灣街咧係有必要性嘅。其實有方法可能會問：世界咁大，可以喺其他地方慶祝節日，點解一定要去酒樓咧？但係睇下其實餐廳就用有方法嘅茶餐廳作例子，佢嘅空間又冇酒樓咁大。只係有一啲其他獨有食物，例如叉燒包、蝦餃。其實用華僑嚟講，佢諗翻酒樓係年年大時大節，佢哋都會去屋企人食飯嘅最緊要節日。又諗下茶餐廳，就可以服務到香港人。喺呢度，喺呢個問題方面有一條問題，咁有方法要堅持起茶餐廳咧？第一，如果有方法堅持起茶餐廳咧，啲台灣街街坊咧，就冇得同屋企人去一齊慶祝節日一齊團，所以咧。台灣街係冇茶嘅，冇咗酒樓。第二，酒樓係產生光鮮食飯，令台灣街居民享受家鄉味道。其實酒樓提供個中式食物，例如色香味俱全嘅鹹水角，係鮮甜嘅蝦餃，或者滑溜嘅腸粉，呢啲嚟自中國各地嘅食物，可以俾廣東人隨時食到佢哋家鄉嘅味道，好好咁回憶下佢哋食飲酒樓嘅美好回憶。喺呢個問題方面，我有一個問題。咁有方房有咩可以取代前酒樓嘅餐廳？有方房嘅茶餐廳係可以令香港人重返佢嘅面孔，但係大部分香港人移民海外都係唔會住台灣街，所以茶餐廳係冇咩香港人去。最後想問有方房兩個問題：有方房接受到台灣街嘅酒樓，仲有方房酒樓同茶餐廳邊個更加接受台灣街嘅酒樓？有方。各位大家好，港式奶茶你今日飲咗未咧？我今日係有原因㗎，因為據統計，港人每日飲250萬杯奶茶，即係一年飲9億杯啊！港式奶茶咧，早已登上香港政府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名單，仲未入代表作名單。呢張名單入方大概係冇睇過，所以你都唔會知道。唔知奶茶、茶餐廳仲有蛋撻、紅果包都入選咗非物質名單。今日有外疏忽，仲有更加多啊！有樣嘢佢哋忽略咗辯題，淨係都忽略咗香港文化。因為有方同學不斷同我哋講以廣東人、以中華文化作為主軸，但今日辯題重點字眼就係在於代表香港文化。所以我哋今日係應該選擇一間餐廳，因為喺得一間餐廳抉擇底下，佢就應該選擇一間開可以宣揚到香港文化，而又可以帶出到香港獨有嘅餐廳，所以就係茶廳。有方更加同我哋講，今日係唔需要講到近代表香港文化㗎，但係我必須指正有方，今日辯題要我哋作出一個抉擇，因此我哋今日要選擇一個更代表香港文化嘅餐廳，而唔係代表一個為廣東人服務，而唔係為香港服務嘅酒樓。好啦，有方亦都講咗團圓嘅問題，我
但係團圓問題咧，我相信世界上冇一個地方嘅傳統係反團圓㗎，而團圓都唔係淨得佢哋酒樓獨有嘅文化。因此今日佢哋所講嘅團圓咧，需要更加多嘅論證先可以成立㗎。好啦，講咗咁耐嘅咩嘅文化咧？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嘅定義，文化就係指社會或者群體所展示嘅精神、物質、知識同感情上獨有嘅特點，包括生活嘅習慣同價值觀等等。用翻我今日面臨嘅處境，可以用兩個標準嚟比較。首先，針對香港文化，係茶餐廳、酒樓佢哋嘅出品，用餐環境、歷史演變以至精神嘅價值，更加香港專屬、香港獨有啦。其次，針對唐人街開鋪，邊個選項更適合咧？針對唐人街開鋪嘅問題，有方就同我哋講話，設立唐人街係需要，但我必須指正我。今日唐人街需要嘅演變係乜嘢咧？以多倫多中央百貨為例，15间嘅食肆，已經有3间酒樓，但1间茶餐廳冇。換言之，外國人已經知識到其實一個酒樓係咩嘅味道，但係茶餐廳對你嚟講就比較少接觸。這個就係佢哋真正嘅需要。針對香港中信問題，咁我都講過酒樓嘅住問題啦。但咪住先，我哋啱啱都已經講過，並非係得酒樓嘅傳統先能夠講團家。但茶餐廳就唔同啦。先講文化中上嘅角度，樹人大學社會教授陳志就認為咧，我識大神菠蘿已經成為咗茶餐廳符號，而佢嘅誕生就係混雜住香港嘅移民城市，又係殖民地嘅歷史。冇錯，以菠蘿包為例，就喺俄羅斯嘅麵包上面咧鋪一層棕色嘅酥皮，又好似叉燒湯意咁。大家邊有見過外國人會將意粉放到湯嗰度咧？就仲要加埋棕色嘅燒味添。茶餐廳林林種種有中有西嘅食品，好似陳志所講，成日係想彰顯自己不中不西嘅港人。不中不西嘅餐廳一拍即合，啊拉闊啲睇啊，睇菜單中式炒飯、西式扒餐、日式炒烏冬、東南亞咖喱等等，果然聯合國美食反映嘅就係香港人包容嘅精神。如果你了解得夠多，就會發現茶餐廳點嚟就係説出住香港社會嘅嘅變遷，就好似50、60年代社會窮啦，茶餐廳就推出滾水蛋同牛肉茶，俾基層補充營養。到經濟起飛，茶餐廳更多人食好啲，早餐火腿冬變成鮑魚絲火腿冬，炒蛋再加埋黑松露添。反之，酒樓係嚟自嶺南嘅地區。事實上，今日我哋翻廣東啊、廣西飲茶咧，點心其實都差不多。所以其話酒樓係香港文化代表，不如話係包含範更廣嘅嶺南文化代表。更加唔好講食北京甜鴨、上海小籠包，都係酒樓比香港文化專屬茶餐廳明顯更勝一籌。就算針對唐人街開鋪依一個目標開鋪咧，如果係為國際服務關聯的話，咁應該都係開茶餐廳。食物從來唔知自己未來仲可以光復洪水門嘅回憶。香港人移民去到我哋嘅茶餐廳，要見西多、見碗沙爹、藕麵，佢哋真係食緊嘅係香港嘅味道，係香港人嘅身份。如果是落單，仲識講句幫阿姐飛邊靚仔靚女，回憶就更加係翻曬。唔好忘記，你甚至幫茶餐廳改咗個花名叫茶記，但係酒樓就冇呢一種優惠啦。可見香港人對於茶餐廳嘅感情更加深。即使當地人嚟講，因為茶記獨特，更加因為好多外國人都冇食過茶記，因為更有新鮮感。順便係令到外國人了解香港文化，更加地道、更加核心嘅。在各位，我方唔歡迎酒樓的確有特色，但如果二揀一，點解揀一個更香港專屬、平復香港鄉愁嘅茶餐廳咧？多謝各位。好。
面食。叫做文化，咩叫做好啊？係文化，即文化遺產啊嘛。但係我今日喺尖沙咀。
常生活流行文化嘅觀察，而且你之下受咗時有屬於港石同埋鋸嶺南大學中文系講師蕭恩浩博士嘅説法，就茶記講求嘅係平快飽，唔可能似西餐廳咁慢慢煮，需要放光煮熟，再加上現成嘅叉燒頭最發甜，而就咁樣就形成咗茶記具代表性嘅中西融合叉燒湯意粉。發展都市同埋香港西都市嘅分別在於前者煎香，後者油炸。為咗迎合香港人嘅口味，黃色西都市甚至係會加入花生餡，到而家演化成為歐華甜脆脆西都，芝士流心西都，代表嘅係香港人獨特嘅口味。酒樓其實就唔係唔好，但係香港環境、香港表達、香港食物呢啲先至叫係香港。香港對一個地方反映嘅係呢度嘅寸金尺土，香港節奏快，啲人有效率、靈活求變嘅特質。相反，酒樓反映咗咩特質咧？先有香港表達。對於外國人嚟講，邊一個有更加切合香港嘅幻想咧？多謝各位。粵方第一副住發言時間為2分48秒，蕭時同張秀芬。今期嘉賓第二副發言有3分鐘嘅時間，請俾老張嘅。觀眾各位大家好，其實咧聽唔到意見。
家，而家雙方已經有個共識啦，就係酒樓同埋茶餐廳都各自代表住一定程度上嘅香港文化。不過分歧上面就有方覺得呢個華人嘅需求就係團圓，但其實今日有方就算你講嘅嘢都啱啦，就係淨係佢起一間酒樓，華人就係需要團聚。咁想問啦，我方前面都講過啦，世界上邊個國家係反團圓㗎？美國有感恩節、聖誕節都係俾家人團聚喎。如果咁講嘅話，酒樓係咪又係要慶祝緊呢啲國家嘅文化咧？咁唔係㗎嘛，所以咁講起今日有方同學論證面係粗疏，搞到佢哋誤以為呢個團聚真正就係代表曬所有香港文化。第二個分歧啦，今日有方就同我哋講文化，但係佢哋其實公辯都承認咗㗎，佢哋承認話酒樓代表嘅文化係嶺南文化。當然我方都明白，嶺南文化當然會影響到一小部分嘅香港文化，但係香港文化會唔會係出現喺嶺南文化入邊嘛？唔會嘛，你會唔會見到喺廣東嗰度會有杯熱？港式熱奶茶出現啦，唔會噶嘛，所以講到尾，今日我哋嘅討論辯題係講緊係兩者之間仲有比較，酒樓定茶餐廳，邊個更能代表呢個香港文化？所以講到尾，今日有一個根本就唔明白辯題所討論嘅意思，同埋茶餐廳對香港嘅意義。其實有方講得好啱噶，話呢個唐家係對華僑對住嘅地方，當中有香港人，而我方唔單止顧及香港人，更加顧及埋外國，就好似我方一副所講咁，顧及埋外國人嘅需求。去吸引呢個外國人嚟食，去宣揚香港文化。而對香港移民嚟講，茶餐廳除咗係我哋香港嘅象徵，更加係屬於我哋專屬嘅集體回憶。早餐食碗火腿通加熱奶茶，午餐食乾炒牛河，下午茶啖一份西多士加牛筋，夜晚咧就食個夜晚餐，朝早食、中午食、下晝食、夜晚都食。茶餐廳可以話係我哋香港人嘅生活社交。更甚有統計顯示，香港人嘅平均消耗250,000杯奶茶，一年即係9億杯，就已經睇到香港人有幾咁依賴茶餐廳。去茶餐廳固然係為咗填飽個肚啦，但其實茶餐廳存在本身就有意義㗎。當香港人搬到異鄉，好多人都話佢哋最掛住嘅係香港以前食嘅嘢。當佢哋食緊外國多士嗰陣，佢會諗起茶餐廳嗰個外表金黃更襯店奶嘅奶油都係幾咁香，係幾咁甜。當佢哋飲緊美式咖啡嗰陣，佢哋會掛住茶餐廳入面苦得嚟又酸酸地嘅牛奶啡，越飲越想同人同飲啡。香港大學語文及文化學院講師黎迪森就解釋話：當人喺異鄉嗰陣，餐廳既係飲食渠道，亦係懷念過往嗰段回憶嘅場合。一杯奶茶，一份西多，佢哋唔單止係食物，更加蘊含住無數香港人嘅回憶，亦會勾起呢班移民對香港人嘅懷念。有次研究飲食文化當年嘅蕭恩浩所講，當年同其他人講緊我哋本地飲食文化故事，唔單止係宣揚緊我哋本土文化，更加係令我哋自己更加了解成長嘅地方。喺唐家開茶餐廳，一方面係向外國人宣揚外國香港文化，另一方面都係為香港移民提供懷念過去嘅場所，令佢哋諗翻起自己有位香港人，咁樣就更加開茶餐廳咧。多謝各位。唔緊要，我哋唐家本身已經有好多茶樓啦，但係問題就係在於今日有個行業睇
種外國人識講順啲少少。所以今日我哋講翻，今日就係為啲外國識講方言，因為唐人街全部佢本來起出嚟嘅目的就係為咗唐人街佢哋需要住嘅，佢唐人嘅需求啦。所以今日我哋再問一次有方，今日係咪有方想放佢啲唐人街華僑嘅過年啊、過做工啊，依全部係咪放佢哋成全香中國全民？今日唔好再搞對立啦！今日我哋開多一間咁嘅香港文化食肆，真係慘咧，係唔會放我哋原先嘅傳統嘅。而家我再問你，英式奶茶同港式奶茶係咪一樣？聽啲答案。所以講到最後啦，今日有風河咧話開多一間，真係有風河又喺度崩潰啦。見頭先邊粒字寫住開多一間啦，咁所以有風河自己咧為咗一碗沙爹牛麵，為咗一碗沙爹牛麵，為咗一個鍋包放棄咗成個中華傳統嘅傳統嘅時候，根本就係唔合理咯。有方同錯唔好，有方同你明白點解呢個唔係比較近？依一條正正就係比較近，比較近開酒樓定茶餐廳，你方就話兩者先行，一者咁點解呢個唔係一個比較嘅概念？我簡單問翻，所以簡單問翻佢，今日有方想以代表香港文化史，其實佢想做乜嘢？香港文化歷史咪説好香港故事，打造好香港文化咯，走落正道。好，所以今日就係為咗呢個説好香港故事，打造香港文化，今日有方犧牲係咪？犧牲全部華僑呢啲冇得去做工，冇得去。冇得去做工，冇得去過節嘅機會，有方係咪想要犧牲佢哋呢兩份工？有方都想做住華僑書，但係你覺得我係唔應該香港人？有方想宣傳，點解今日有方嚟宣傳？點解我哋唔去市區搞？係有咁多人去，所以其實今日台灣一開始就唔係我哋宣傳嘅地方，係台灣政府本來就係為咗華僑佢哋起嘅地方。想問多次有方，今日如果啲人冇咗台，冇咗台走，佢哋邊度慶祝呢啲？有方講廣東話嘅需求係需求，香港人嘅需求係需求，外圍嘅需求係唔係需求？咁我唐人街係咩人最多啊？係華僑最多喎。咁我其實講到尾咧，都講得華僑最多，咁數字喺邊度？你講下華僑邊個？數字咪同你講咗五成，四成嘅係福建有，五成係廣東人，但係香港人最少嘅地方。有方問過你呢個數字幾時啊？呢個數字都係2022年三年。但我見到三藩小唐人街原來淨係得5%嘅華僑，因為全部搬曬出去，邊個攞數字嚟解釋？有方你個係獨特例子嚟嘅，我都唔明嗰個係美國二十幾個區。不過而家再問多次，今日有方就算係咁樣環條喺其他地方都係多，所以再問多次有方，今日佢係咪犧牲你啲需求？有冇犧牲？冇犧牲我哋需求，而家唐人街冇酒樓，唔係嘛？有酒樓啊嘛！而家唐人街有冇餐廳？點樣服務香港人嘅需求？係啦，咁所以有方同你唔好再話難事先啦。今日變頭淨係可以有一間酒樓，呢個其一，其二就係我哋今日你所講嘅嗰85根本就係唔合理咯。因為你嗰85雖然佢搬出咗，但係唐人街本身就整出嚟就服務班華僑，唔係服務你班香港人啦。如果唐人街服務香港人，有啲人叫港人街，啲人叫唐人街。就係因為佢有五成同埋有四成嘅人都係來自福建同埋來自廣東，你啲本身唐人街整出嚟就為咗服務唐人咯。咁即係今日我哋講我會犧牲成全中華傳統文化，我而家問你唐人街有冇酒樓？你答呢個就得㗎啦。現在見面的環節，雙方必然有1分鐘預備。
聚貴大家好，其實香港人呢個群體係咩回事呢？係香港嘅原住民、非殖民者、偷渡嘅移民，其實我都好難忘，但無法否認係殖民文化即係香港最深、影響得最深嘅文化，所以今日要睇。最佳一位填三首。
選擇咗係要打呢個
滿足華僑嘅需要嘛。咁所以我明白你嗰個資料嘅運作係咁樣嘅。咁同埋，仲有啲想讚一讚粵方個結辯啦。其實佢捉到兩個位啦，就係生意嗰個位咧，就係、是、可以解釋到唔係淨係滿足華僑嘅需要啦。咁呢個真係職場反應都好叻㗎。第二咧就係、是、其實即係粵方結辯係捉到其實甲方係肯去做比較，就係做酒樓同埋茶餐廳比較，但係就唔肯做代表香港文化嗰個比較。咁我自己覺得，如果要贏呢場辯題咧，其實你真係一定要即係講到香港文化呢個位係著墨去講，因為喺我心目中呢度咁多個字咧，其實香港文呢間食肆有香港文化咧，我覺得會係即係喺我心目中嘅主線係會攞分會攞得高啲咯。咁係最後少都想贊一贊粵方喺講嗰啲文字去描述食物嘅時候咧，係我有少少肚餓嘅，我都覺得幾開心。咁應該花咗啲功夫去寫或者講嗰下咁樣嘅，你知酒樓同茶餐廳都有香港文化啫，咁然後
後之後就再留意翻嘅比較標準嚟揀啦。跟住之後女方就會同意兩家都有香港文化，但係你嘅比較標準咧就係喺個香港文化上面。咁喺呢個時候，我就會期望聽多啲屋企咁究竟甲方你講緊嘅比較係啲乜嘢咧？然後你嘅比較咧又好着重去講關於我要保留傳統節日，咁又好似講翻一啲關於你講緊保留文化上面嘅嘢。然後去到後期咧，我就會聽到我原來甲方你想做嘅係邊一個能夠服務到多啲嘅人，或者係更加多人嘅需求啦。咁然後你就開始好着重於講緊究竟個華僑嘅多少啦，同埋香港人嘅多少啦。咁然後呢個位咧，我就會期望聽到啲究竟點解你哋講嘅嗰堆嘅一嚟究竟係咪真係個服務嘅群眾嘅對象爭咁遠咧？如果我開走啦，係咪就係所有華僑都會去？但開茶餐廳所有華僑都唔會去咧？二嚟咧就係、是、咁，我覺得大家係需要再講多啲，今日你對於我喺個唐人街開一間茶餐廳、開一間食肆嘅期望係啲乜嘢嘅？究竟你想做到啲乜嘢咧？你哋有討論過嘅係例如想當地嘅人回憶翻自己嘅家鄉啦，又或者係俾外國人嘅體驗啦，宣揚我哋嘅文化啦，我覺得都可以嘅。咁但係咧，我會期望大家去討論究竟點解你哋嗰個需求先至啱，因為我覺得今日雙方咧有啲嘅爭鋒位咧，會變咗係我有乜同你咁講唔啱啊？你睇翻個辯題啊，辯題今日咧就叫我哋討論乜乜乜，咁然後咧另外一邊咧就話我哋先至唔啱，咁然後因為今日辯題唔係叫你討論呢樣嘢。但如果你只是說我們不對，因為辯題說的不是這樣，我覺得是無法用一個邏輯去說服評判我為什麼你那個是才對，對面那個不對。所以其實我會期望大家除了不停地去重複你們的辯題，或者你們覺得辯題想你打的地方是什麼之外，我期望你再說你怎麼對面那個不合理，或者如果我跟隨了對面的那個標準之後會 發生什麼情況呢？咁而我覺得呢個咧係大家前場唔係太討論得到嘅，去到後期，例如係 video 啦，或者係見面咧，我就會聽到對方開始講到啦。咁點解你哋講嘅標準先至合理啦？咁然後咧，另外一樣嘢就係關於今日大家講過關於傳統習俗嘅問題。呢、這個咧我都係一開頭喺甲方度聽到啦，我都同意嘅。咁但係咧，我覺得甲方可以再花多啲筆墨咧去講多少少。保留嗰啲嘅傳統節日咁重要咧，又或者係身為一個移居咗外地嘅華僑嚟講，咁究竟我點解咁需要保留呢個傳統節日咧？保留唔到嗰陣，我喪失咗啲乜嘢嘅文化咧？又或者有幾咁可惜咧？我覺得係可以再講多啲啦。咁然後另外就係、是今日甲方或者雙方咧係有討論過究竟團聚係咪一個香港文化？我會同意甲方講嘅嘢，即係例如係我要開百日宴啦，我要飲宴啦，年三十晚全年飯啦，呢一啲會係香港會係一啲嘅香港人會有嘅文化啦。咁但係咧我會期望聽多啲嘅係，咁究竟呢一啲嘅文化，年三十晚食飯同我一定要喺酒樓食飯嘅關係喺邊度咧？因為你哋好似直接就會聯繫咗我要團聚，就等同於我必然要喺酒樓團聚先至可以體驗到個文化。咁但係事實係喺香港或者甚至乎喺中華文化裏面，當以前而家唔係每個人嘅屋企都咁細，以前可能大家本身已經嚟大家都一齊住埋一齊㗎啦。可能一個大廳啊，然後再分唔同嘅院去住嘅時候，其實大家都係好都係喺屋企去做呢個團聚嘅，即係呢個嘢。又或者係甚至乎而家唔知大家有冇可能住一啲村屋嘅人咧，佢哋可能搞一啲盤菜宴啊，或者去一啲嘅團年咧，就都係喺屋企搞。咁我就會比較期待，咁點解一定要喺屋，即係一定要喺酒樓先做到你講嗰個團聚嘅動作咧？我喺轉片呢個聽有少少嘅，你話一嚟因為空間大啦，二嚟因為食物多啦。咁空間大咧，我覺得粵科喺冬天嘅時候有回應過嘅。而家外國嘅嗰個空，即係外國人本身屋企面積咧，喺
我哋下一步要講嘅嘢咧，就係咁點樣咧？當西餐同下意面，又或者係一啲可能酒樓先至做到嘅食材，係對於一個團年嘅文化或者習慣咁重要咧？點解我喺屋企，大家一班人住可能嚟呢間食面飯啊，你係做唔到你嗰個團年特色咧？屋企咪會再聽多啲嘅，但我覺得咧，今日就可能只係留於你屋企如果去問對方。咁而家可以去邊個團年啊？有冇地方團年過？可以去邊個團聚啊？去邊個團年？係啊。咁原來咧，同一個呢個戰場咧，我覺得粵方咧嘅狀態咧係可以企硬啲嘅，因為咧，我覺得係有啲退。一開頭咧，你就話其實你團年一定要喺酒樓搞啦，又可以喺屋企搞啦。咁然後唔一定酒樓先有味道啦。咁我期望你哋下一版就會講點解唔一定酒樓先做。咁就係例如我啱啱所講嚟。例如你應該要去福爆裏面咁樣講緊啲嘢，就係貪佢大啫嘛，貪佢酒樓大，有個空間，有個地方去大家團圓。咁然後，但係我覺得你哋前場嚟回應嘅就係咁樣講啦，但係後場咧，你哋主要嘅回應咧就變咗，點解冇得團圓啊？而家又係冇曬酒樓，咁然後就變翻去討論緊而家個問題，講緊成條街得茶餐廳定成條街得酒樓。咁但係事實上咧，我覺得你係唔需要去到呢一步先至講到，你前。已經講咗，你哋本身就已經覺得酒樓唔係一個存在必有嘅特色嚟噶嘛。咁但係去到呢一步咧，我就覺得，咦，咁係咪即係你都覺得酒樓係不好啊？咧，係咪你都覺得台灣一定要有酒樓啊？只不過因為你覺得而家已經有，咁所以先至唔需要啦。咁我就覺得同你哋前場嘅一啲説法咧係有啲唔係好對準嘅。咁我就唔期待聽多啲啦，因為如果你哋一講咗不停咁樣去。唔係冇走啦，咁就變咗你哋係每講一次，我越覺得你哋係覺得係有呢個有走啦嘅需求需要嘅，咁然後就好容易俾個語言滿足。哦，咁其實即係你都同意走樓係唐人街必有嘅部分，然後有咗走樓，你先至再去諗應唔應該有茶餐廳。咁所以咧，我喺呢個回應上面，可能大家要一次啲啦，或者諗清楚究竟你哋喺呢啲立場上面係想點樣講嘅。咁然後咧就係關於大家講香港文化嘅嗰樣嘢啦。啱啱講咗，我同意咧，近方所講唔一定即係要比較，即係嗰邊係冇 imply 到你一定要去做文化香港文化比較嘅。咁但係我覺得更加着重嘅係你點樣去演繹個辯題啦。咁然後我覺得呢樣嘢咧係粵方做得比較好嘅。然後另外一樣嘢就係、是、我覺得。甲方你所講能代表香港文化是一個前提，然後在這個前提之上再做其他的比較，但我覺得不足夠的話是你們對於香港文化的認識太少了，即是即使你覺得這個辯題 imply 了酒樓是有香港文化，但你都不能夠完全討論香港文化，如果不是在辯題上出現香港文化這個字眼呢，就變得沒意義了，就變成我開一間食肆究竟是開酒樓或者開茶餐廳好了。那我覺得大家要討論變成出現咗香港文化呢樣嘢咧，就一定係一個大家需要討論嘅嘢。咁究竟係要去比較邊樣多啲啊，定係你係想確立酒樓都係有香港文化咧？我覺得係就係、是、一啲嘅現場上面，大家可以互相增加嘅地方。咁然後就係、是、係啦。咁然後咧就係、是、我覺得。就是一些關於服務對象的問題、需要的問題、我覺得在場上面我不停都聽到就說、唐人大家要看唐人街的需要嘛，唐人街的需要出現了幾種的，第一種就是說例如是香港人要留在香港人的回憶，又或者華僑要保留華僑的習俗，或者外國人要給他們的體驗，或者宣明一些某些文化，但是不停地有不同的需要出來，我覺得是做不到你們想帶出來的效果，即是你就說台灣人需要就是華僑，然後呢你不說不是都有香港人的，所以我期望大家不是只是現在有什麼需要我做到什麼需要，而是究竟哪一種需要是大的，即是在不同的需要上面都要作出一個比較，而不是只是說不是只是華僑我需要的，我香港人都需要的，然後他們就跟你說咁唔係，係咯，然後啲邊一方就會講話香港人唔係淨得香港人有需要，跟住之後啲有啲諗下外國人等等。咁但係唔同嘅
係一個大家嘅討論嘅嘢嚟嘅。咁而關於外國人嘅體驗啦，呢、這個我係覺得大家唔講唔少都有少年㗎啦，覺得有啲奇怪就係、是我唔係好知身為一個外國人想要點樣體驗，咁點解係即係或者作為一個酒樓或者作為一個茶餐廳，點解佢唔加入全球外國人嘅體驗呢？聽落就只不過即係第一個直觀嘅感受就係、是、外國人冇體驗過其他中華或者香港嘅文化，咁所以咧，咁我就係時間翻交流一個比較外國人嘅體驗。咁所以我就期望再聽多啲，究竟會唔會係邊一個受歡迎多啲咧？又或者係你哋有提到喺一個做生意角度上，究竟邊一個係對於外國人嚟講更加有用咧？又或者係可能外國人比較少，可能坐喺一個大圓台啊，大家一齊坐埋一齊，然後飲呢一種茶嘅。咁又或者係大家可能外國人想體驗一啲節奏明快嘅體驗，中西合璧嘅體驗，我覺得都係一啲大家可以再討論多啲咯，而唔係淨係你外國人呢一類人出嚟，咁然後我又唔係真係聽到佢需要點樣嘢。我間唔中咧就有聽到遠方有講話，因為而家少茶餐廳，所以就比較新鮮咁樣啦。我同意呢個係一個其中一個你可以咁樣講嘅説法啦。咁但係我會覺得新鮮感咧，未必係一個好好嘅人嚟講話開石市選擇開石市嘅一個選擇嘅，因為新鮮感就感覺好似係第一次咁，你唔會你作開個石市，你唔會想啲人嚟一次噶嘛。咁所以我覺得更加重要，你哋應該係你不停著重每一個變化，你哋都由嘗試翻啲嘅方法去渲染究竟嗰個香港文化點樣，或者作為一個香港人，你感受嘅文化點樣點。咁如果你要去講外國人嘅話，我比較期望係外國人體驗呢一種嘅文化多過純粹係因為之前冇體驗過，所以佢有新鮮感想去咩咁。咁然後咧就係、是，係啦，另外咧就會係，我都欣賞咧大家，尤其是如果係同我另外一份底稿咧，都花啲時間咧去講，唔知講咗幾多次嘅茶餐廳粉啦，跟住之後唔同嘅茶餐廳嘅食品啦，我覺得係好嘅。咁但係咧，我覺得你哋可以再唔止係不停重複一個作為香港人，我想食或者平時聽到嘅嘢，我更加想聽到嘅係點解？在外地想起香港的集體回憶這件事是否重要呢？又或者作為香港的身份認同，究竟他們可以說一下，例如他們會因為什麼事去外國，以至到他去外國的時候可能會特別思念香港的回憶。而我覺得這件事是雙方似乎都沒有思念到的。然後例如是今天遠方每個節目都會說要想起自己在香港，我會期我期望聽到，唔係好多唔同嘅人咧，去移民嘅時候咧，佢未必都會想移咗民之後掛住自己本個地方嘅身份認同。咁但係點解香港人移民去外地，同其他人移民去外地嗰個身份認同會有唔同咧？我覺得係你哋係可以再討論多啲嘅。咁點解香即係例如係一個美國人移去有可能西班牙咁樣啦？咁未必佢想話俾人知自己係外國人。咁但係香港人移民的原因可能會有不同，以致到我去到外面，可能我想繼續宣揚香港的文化，又或者我去到外面想繼續延續呢個香港的身份認同，點解會咁重要？我覺得係你需要講到嘅，而唔係淨係不停講話呢個係香港人嘅回憶。我同意你會你會講到啲嘢好好食啦，然後佢會有啲回憶嘅。咁但係講得多咧，我就會開始諗。點解你講咁多事咧？咁究竟呢件事嘅重要性喺邊度咧？我覺得係要再講多啲啦。咁然後另外一樣嘢就係、是，雖然欣賞咧遠方傳媒嘅，即係你哋會有一啲嘅底稿嘅描述啦。咁但係咧，我覺得大家可以，尤其是雙方嘅協議都係嘅，大家喺由你哋嘅反駁啦、接駁佢哋嘅底稿嘅時候咧，
佢將辯論員為粵方結。